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那些电影。今天我们说的电影是《家有喜事》，影片于1992年1月25日上映，由高志森执导。老大程满有贤妻程大嫂，他服侍公婆尽心周到，却是进的厨房上不得厅堂。而后程满有了外遇，不料东窗事发，妻子同外遇相遇，二人分居。最后程满几经波折，总算与贤妻重归于好。老二程叔女里女气，未婚妻婉君与梁无双的未婚夫嘉明回国后宣布结婚，程叔与无双同命相连，最后喜结连理。老三常欢长得英俊帅气，自称纯情小 DJ， 但生活中却是个花花公子，和好莱坞电影迷何李玉一次偶然相遇后恋爱，但他又主张不爱主义，常常周旋于众女之间，但由于一次意外而变成失忆症患者，众女皆对他避而远之，只有何李玉一个人留下来专心服侍，实际是找机会报复常欢。常欢病好后觉得真爱难求，遂收心养性，赢得美人归。最后三兄弟和父母四对夫妇皆大欢喜，喜结良缘，终成眷属。其实这部片子挺深刻的，家庭以及爱情只是在嬉笑怒骂中延缓减弱了力度，在一篇无厘头的恶搞中，哈哈大笑中，不知不觉间鼻头就微酸了，眼眶就湿润了，心慢慢的柔软起来，暖流一股脑的溢满全身，涌动着爱的韵味。这样的影片怎么能不被人津津乐道，这才叫做经典。就说这么多吧，喜欢的朋友点赞评论转发一下吧，我们下期再会。